沙哈雷央特塞多东铺法联用离镇与雷提防文字工作者建筑陈思言按多年来激动后一艘彩铁的文物今年呢，佮同家母狗玉里国小来听准备听初判百年高庆，佮行百年高事影像回顾展，佮行当当同佮收嘅宝都拿出来，打造出一个国小嘅高事，叫万佮当到自称高友，细时节的回忆。三、四、五、六，不分到。从潘都春出赵新涛体操界公布，是民国七两年退社会上个界实体之一。受从记者界系俩后生界客家字体清晰人，还有社会上个界字符，后生个界模儿，老爹是本领着，也都系佮受从界古董。还有两部东晋国界河高楼梯图，老河高庙个界壁画，都本领界空间，都有历史界感觉，也系两百有历国小百年体展之中，受到大家注意界回首。以前我们国小不叫国民小学，叫国民学校，然后后来它才改名，才变成叫做才教育改革才变成的国民小学。然后刚好这个大理石的石碑，它就见证了这两个时期。这样，我一般都五十只以上，加全校的学生有1500多人。同样是法体界，还有俩桂面上界罗相片，罗相片地图发现七家跳过新中界分家，本地多类参观界牛力国小自信教育都当分析，其中还包含联合界牛力进中，也是很皮啦，也是打球什么的，但是现在在社会上常常参与一些公益的活动，在我们求学的过程中，因为。我都不是很满意他们，因为哈他们的个子都比我们太高了太高了。好，六年在义理国小打桌球，好做体操，好远足带便当。除了联合东都牛力客家文物馆所展示的120片录像片之外，策展人陈世仁也讲，牛力国小百年高庆年年发通，为七首收集录像片，希望进一步让影像资料全部数位填充，为学校也为地方保存史料，本大家了解。客家新闻王小琪发言报道。